你边边向你就回得啊嘛。我是美国呀，你那不爱看天，天顶不爱行，你就看看手机啊。外送员火气很大，对着骑士大声叫嚣，还出言恐吓。来，来呀！来没错啊，这边来啊，不是我。来呀！来没错啊。你在搞骗他哦！你别搞我惊啊！原来他不满后方骑士催他绿灯不走，瞬间理智线断裂，还一秒军人魂上身，要求对方立正站好。你才是的，他妈的站好站好了！为什么要站好？骑士不甘受辱，打电话叫警察，外送员被带回派出所，冲突还没结束，他情绪再度失控，在所外与远景爆发拉扯。六名员警有男有女，将他团团包围。彰化这名苏姓外送员一号中午在中山路口停等红灯，没想到绿灯了，后方骑士好心提醒，却因此恼羞成怒。警方还在他身上闻到浓浓酒气，在派出所外，情绪再度失控，有辱骂员警，员警一妨碍公务。予以逮捕。酒后骑机车送餐，跟民众发生口角之下，被义工人侮辱、恐吓、妨害公务及公共危险罪移送，罪加好几等。记者陈胜文、陈富礼、云杰，彰化报道。